墙。啊，不行了。突然有一个草食龙在我面前。哎、欸，我要捡猎龙石挖到草食龙。哎、欸，有一只，有一只呀！挖得很开心哦。挖得不错。怎样？你要说话了吗？没有。小屁啊！起了。快死了！全部都是龙脉骨、龙骨，一趴哎！对啊，怎么全部都是龙脉骨、龙骨？欸，直接撞死了哦。好、啊。果然不能像秀秀那么强，用一巴掌巴死一只龙。什么东西？那是意外。哇，大声龙脉，古龙。龙脉骨龙骨，昏牙。龙脉骨龙骨，昏牙。龙脉骨龙骨。我去挖一下岩浆的那个骨种，等我一下。大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它的快满了，所以挖一些应该就是。哦。然后再跳出去开，我再开黑胶给他。黑胶？哦，黑胶。黑胶。黑胶。唱片。战斗地盘，我就觉得这个废。啊，那种战斗地盘。那时候给我钱。花吉。花吉？哎、欸，在你们那边吗？没看到，等一下。大，我只有看到大的狂麦。对，在这儿。我这边没有古种哎、欸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出去哈！那边怎么了？一群野兽在吼叫。一群野兽在吼叫。
你是魔鬼中的天使。我出去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朋友买晚餐买到消失哎、欸，完蛋啦！感觉还蛮正常的。我是不是等级不够高，我的熔岩升不上去、啊？不是吧？我觉得就是运气耶。因为那时候要升到三个，我要升到三个七也是有一个会降，一个一个上这样子。几经波折。更变装备。哇，掉地上金石出来。那重点是，我外观的颜色都是黑的，我要怎么看啊？外观着色。全部更变，我去强化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好。确定，完毕。又回来了 ，Hello，Hello， Hello 又回来了。嗯，我、哦、有战痕黑狼鸟哎、欸，免费的哦。你要醋吗？你要醋吗？好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先杀那只免费黑狼鸟。嗯，要许我这个面没有吃，结果忘应该说忘记吃，结果上面已经结那个洞，那个油吧，卤汁结洞了，怎么办？还能吃吗？什么东西结洞？就是卤汁啊，拿去加热啊。好吧，我去楼下一下。卤汁，哦，卤汁，那地卤汁。要看什么汁啊？鸡脚的就很好吃啊，就鸡脚冻啊。操啥啦！哎、黑狼鸟，黑狼鸟，黑狼鸟在门口。对。咕噜滴，咕噜滴滴。我在帐篷里，你还看得到我？哦、他不想走，你在逗他？八股八股，我来啦！开启我们的魔幻舞台吧！那边这边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好。这还有另外一只鸟，这还好啦。来来来，来另外一个太近了啦。等下，哎呀！哎，声音重叠。嚯！哪边？后面，前面会被黑狼鸟干哦。吧，然后这个在这边，这里吧，好，就在这里。
对吧？看我那边才对，这边才对。你看我在正中间呢、欸，在后面。你看都死了，我在正中间。哦，你是说你棒子才对是不是？那你最棒，来一个一个进去哈。我知道你在笑什么了，哇，三小，好笑哎、欸，这个。后面有点冲击。大金龙年龙、欸。吃饭。不重要。再来试一下这个了。你要塑什么？你们的绵掌斧啊。哦，中分哥。配出来一个。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一样，应该差不多吧，大同小异。没有，我也没配啊，我还没配。用餐。不要仇恨吸引啦！一出来就被那个、欸，已经被吼了。哎呦，你我可以一出来就看到你飞起来。有点嗨，有点嗨。再一次好了，玩玩你。嗯。伤害好低哦。对，就是能睡而已，伤害也不好看。直接炸起来！对，我没有。我有东西啊，我会给我。好，反应上。上。我要爆哦。嗯。
哎、欸，我是。我突然一个雷惨。哦，我把他抓下来了，没事没事。看到一个掉落物，一起跟着下来。对。坚持要走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刚不是有换颜色，你本来是蓝的。啊，现在什么颜色？啊，一样，一样的颜色。我存了呢。我真的存了啊。还是那个洛克人。那我就当洛克人好了，烦死了。莫德的关系只能这样子了吧？你可以去看我记录档啊。我角色变这样了。可能是莫德的关系。你们也去换嘛，你们去换，我就可以看到都是一样，都是星星的啊。我现在看到这个是 mod 角色很正常，我只是装了 mod 而已。我这棵树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爆哦！好，我闪，我闪，我闪。好啦，哇，你这样也能闪哦、喔！我要死了，跑马灯从我面前划过，算了，太神啦！哎、欸，站立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过年，看不到睡眠属性的哎、欸。可以撞，睡着了吗？我没有，是啊，睡着了。嗯哼，怎么了？啊，哇，不能，我太犹豫了。拜拜啦！我刚才想说能不能撞那棵树，但好像不太行。就撞啦，顶多被嘴而已啊。啊，撞了就知道了。对啊。角色这样有没有变得很可爱？说有，骨头了，快说有。为什么我是房长，可是你看得到，我看不到？对啊，而且我刚刚还打过他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看得到？我也看不到哎、欸。我不知道。还是你也有装外挂、啊？没耶。什么外挂？讲好听一点。耶、yeah。它不是游戏内的城市就叫外挂、啊。这不影响游戏平衡。没有，我
没有说他音响平衡啊，可是他叫外挂。啊！啊！一颗一脚，完了，猎人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巨大古董在里面。不要，我陪你说没有。什么不要？黑角龙。Yeah. 又出哇，黑小龙怎么那么多？大猩猩很可爱啊。你看大猩猩。有人就打黑角了，等下有人已经走了。什么是大黑角？啊？打黑角？怎么了？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冲过去了。哦，我是没有被发现的。阻止他！阻止他！哦，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你们先打，我在拿音爆弹。就很可爱齁，黏着死啊！你要的是这个吗？暴君黑卷角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看到有大金的心态毛鸡，那是你看得到啊？对啊，所以我要。拜拜了吗？先抓、啊。我只看到普通的青苔毛鸡，我怕他跑了。不行。我也怕他跑了，我会抓青苔毛鸡。瞬间少了两名战友。睡着了。睡睡睡。哎，我有收。好。撞，直接过去哦。直接撞。可以吗？可以直接撞吗？智障。嗯拍下了啊！这这边比较近啊，我怕、啊、怕、啊。哎，黄了，还就还可以再撞，还没气而已。我没石头了，我没石头了。哎呀，等下等下。Yeah。那、啊、猴子穿隐身衣装，就只是身上的毛变一点点变绿色而已。建议你们都去装，这样我看起来很可爱。有了，我中了。来了，试试。我来了。睡。又睡了。我。谁可以帮我撞一下、欸？我插下去了。阿肯，好吐！哎呀，跑了。哦、oh, ，my bad。
我钩爪上去就按了，觉得他动作是睡下去，我没有发现。我有冰咒哎、欸。快啊，把这只秒杀打冰咒啊！打。哎、欸，不要钻啊！你不巴西。哦，他这样钻的、哦。嗨，冰咒，哎，嘿嘿嘿嘿，等下就轮到你了，你不要急，睡着了，他被判刑，谁有石头在上？我有，我有，你怎么不直接撞他？哎、欸，我忘了，啊、小心冰咒，哇，我讲小心，不是我撞。哇啊！来不及了，卡在墙壁里面哦。看不到，刚刚他喷炸。对啊。去撞他黑脚。哎、欸，结果他撞我。喂，这里的菲利果实不见了。哦，是是是，你脚干好。哎、欸，被黑脚撞到，哇！哎。冰墙挡住，哦，倒了，撞了撞了撞，两个都倒了。哦哟，他妈被起来搞一网。哎。哎，黑脚可以，哦，黑脚跑了吧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可以再撞。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啊，有，虽然他明明是往墙上撞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冰咒倒了，不理我，我好心痛。啊，演员有没有？明明撞到还要假装。哎呀！哇，两只都生气。被撞成这样还不生气才怪、欸。都没戳到哎、欸！天啊，好可爱。走了，他走了。2分25秒，啊、2小时25秒。
是草本，我是草本。等一下，尾巴。小的血很多吗？30%。很多。打兵斗的。你快给我死！拜拜。都来了，他迫不及待啊。大壮特壮，他打了，被撞到了。冰墙升起来吧，肚子饿。哇，我超，我超级到一半。OK。不要过来！撞他！撞他！睡着了，可以抓了。好，那就直接抓吧，我先。OK， 直接打他的兵罩。走啊！啊，我整个都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上喽。好。Out。Out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刚好在跟你另外一边。粘着死，他头上都粘着死。你干嘛头啊？给我你的头。对，睡着了。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我没东西，我来，我来，我也没了，我也没了，我来，快点！睡哦，我很气呢。怎样？
没有咳到，没事，我很好。我的浮动钢穿。钢穿是谁？好像人名，好像人名哦。哎、欸、靠！要四个掉落物同时消失。没关系，那些都是什么强韧的钢骨，没事。四个大力鳗鱼。不可能，有啊，节操就拿四个、啊。那是他，你都忘记了？啊、你不是说他傻？好、啊，哎呀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好像听到有声。没有啦，我是说你应该都会回怎么了吗？老脆拿喽！有大哇，那个冰的地方会滑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对啊，你们自己滑滑看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可能做冲向有感觉吧，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就是那个，你要刹车的时候会滑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我是前进刺激的话，我就会滑上去。嗨，回来了，请发言。哈？我回来很久嘞，哇，我不重要啊。干，你看又在偷骂，干哈？那么小声还听得见呢？哦干，你看就这么大声，你刚刚的干就是这么大声。还去嗨？大白金鱼，哎、欸，他撞到盒子，刚刚拍下去了，可是我还是被撞掉。